说那叫做特殊。那程式设定是在降落模式的时候，只要我们的高度高于25公分，那旋翼转速就会以低转速的方式使飞机快速的降落。那当分布感测器感测到高度慢慢越来越接近25公分的时候，它会把旋翼的转速带上来，使它飞机产生升力，让它慢慢的悬停在25公分这个位置。这就是穿梭感测器在降落模式的时候我们使用的，让它可以在固定的高度上做悬停，可以安全的降落。你现在做 pitch， 那现在是水平的状态，如果是用角度在控制的话，它的接收会比较慢，所以我现在慢慢往下，它后面慢慢会，后面的速度会变慢，前面会比较快。那如果我今天做个大角度的速度比较快，就是用角速度来控制。突然往上的时候，后面的速度会比较快，因为它要把飞机推回平稳的位置。那突然往下就是前面会比较快，后面比较慢。做弱的时候一样，一开始用角度控制的时候，慢慢移动，右边的会比较快，左边的会比较慢，左边的马上会比较慢。看左侧的时候就是左边比较快，右边比较慢。那现在做角度控制就是，我们姿态做快速的转动，它两侧的马达速度会跟着这个我们姿态做调整。现在机头朝右的时候，一号跟三号马达速度会比较快，一样现在是用角度在做操控。朝左的时候，四号跟二号的速度会比较快，一三会比较慢。那我们现在做大角度的这个调整，一样它就会改由这个角速度来操控。看出来它速度有随着姿态的改变呢。